等一下 ，OK， Brahms。Sibelius Violin Concerto， 就是刚演出完，然后跟大家一起庆祝的时候。有没有一个想去但是还没有去过的城市？这个我要想一下。没有，因为如果表演的话，可能大多数的城市去过，那可是如果是想去玩的那个有。下一题好了。永康街，永康街就是很多那些小吃。Chef， 厨师。另外一个乐器。大提琴。哇，这是大提琴。秋天。盐酥鸡跟柯吉渣。盐酥鸡。珍珠奶茶还是爱鱼饼。珍珠奶茶。That's a hard one. 蛋挞。你喜欢炒饭还是炒面？炒饭。去郊野还是去海边？海边。乒乓球还是乒乓球？乒乓球。去逛博物馆还是去打游世界？ Well, it depends. I feel like I should say 博物馆, but maybe I think it's 游戏机.